真的不错。是吗？在哪儿啊？就在那边。小心点，他来干什么？马上就要十点半了，绝对不能让他坏了事。抓住他！您请。刚刚还好好的，突然就断电了，您给看看是怎么回事？这是经常这样还是偶尔这样？第一次，以前从来不这样。那我得做一次全面的检查，看一下是什么原因。好。新的诞生，旧的破灭，浮现于岁月浪花中，强国轻种，沧海桑田，恰似那逝去的波涛。我对你的爱就是对人类的恨，因为爱上了人类，并不能专心爱你。小山，找人这事儿交给我。在长沙什么样的人我找不到，你听我的安排，别再瞎胡闹了，行吗？太危险了，又是枪又是逃跑的。行，你说的这个八哥是又狡猾又警惕的人，如果他不出门不去配眼镜，你怎么找他？哥，他不会选择那些高档的眼镜店，门面小地方偏是他的优先选择，最好还能送货上门。这家眼镜店附近的人员构成应该会相对比较复杂。行，你分析的都对，那长沙这么多家眼镜店，一家一家的找，你要找到什么时候？那你就能确保许年一定能找到八哥吗？我，他又不是神仙，也不是千里眼，从你找他帮忙到现在，连24小时都没有。而且他要找的那个人是个非常聪明能藏的人，我就不信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找到那个人。如果找不到的话，那咱们在这里干等着。行，你别再说了，说白了你就是不相信人，小申。你就不能一天到晚的不要老是疑神疑鬼的？好，你就算是不相信许年，你还相信不了我吗？在这件事情上我谁都不相信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混账，我警告你，小神，你不要再凭着自己有几分聪明再一意孤行下去了，爸已经被你害死了。哥，我们兵分两路，你待会儿打电话去找许年，我去眼镜店再找找，
一个小时之后会把电话打到坡子街的公用电话亭。如果许年找到了八哥的话，你在那里等我，我们在那里会合。小。浩婷，谢谢啊，不客气。老板，配眼镜啊？老板，你这里能送货上门吗？哎呦，不好意思，小店人少，老板家伙计就我一个，没法送货上门。嗯，谢谢啊。你嘴怎么那么欠？他心里已经那么难受，你还说他？他都是大人了，你还把他当小孩儿？你嘴怎么那么欠呢？我已经可以确认，屈文志是从水路走的，坐了逍遥居贩卖老公的船。送他上船的人，还有逍遥居对这件事情的知情情况，我现在还在查。不过今天下午牛二红的死，却让我离那个内奸更近了一步。牛二红不是死得干干净净，没有留下任何线索吗？我找到了那个内奸向外传递消息的方式。我问过上午在卫生间抽过烟的人，去过几次，抽过几支，互相都有人证，可以对得上。出现在卫生间的烟头应该是33个，可牛二红的垃圾车里只有32个，少了一个烟头。一个金黄牌相应的烟头。你是说内奸是把情报掐在了烟头上，然后传给了牛二红？可是他不知道具体的内容和细节，怎么向外传递情报？他只需要让他的同伙叮嘱负责行动的人就可以了。我？我有一种预感，这个内奸会是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人。你有具体的目标吗？上午在会议室开会的所有人抽烟的习惯我都知道，通过那个消失的烟头，我把目标缩小到了3个人。李良，他果然有问题。果然？你还知道些什么？屈文志死的那天晚上，我上到顶楼的时候，屈文志的保镖已经堵在了电梯间，好像事先得到了消息。你一个人上去的？对，我让李良在外面接应。老伯爷。他停车的斜对面是一个公用电话亭。还有，我回到旅店之后，他单独出去过，并且跟人动过手。据他说，他是出去找女人了，回来的路上遇到了醉汉，言语不合打了起来。他胳膊上的伤口明显是被一种薄而锋利的特制刀片划伤的，普通的醉汉可没有那样的刀具。看来这个李良是要好好查一查了。